常有顾客反映说怎么样去购买一个好的茶壶，那这边呢基本上跟大家的建议是，第一就是造型要美啊，造型呢，它的造型你要觉得说它非常的漂亮啊，能够吸引你的目光啊，这样是属于造型要美。第二个呢，我会建议大家说这把壶适不适合你使用，也就是说女孩子不要买太大型的壶，男孩子不要买太小的壶，这个使用起来的感觉会比较奇怪。第三呢，就是它的质地要一个相当的光滑明亮的一个陶土。第三呢，再接下来就是它的功能要加，有时它的断水，它的断水流水都相当的流畅，不会再倒流回来，它的断水要好。再来就是它的火度要够，它的烧结的温度是一个正常的温度在800度C到1200度C，这样烧出来的陶器呢会比较好的一个陶器。